就是因为前工作现在没有工作了嘛，然后想说先过渡一下，用失业补助来，这样我可以做别的事，这样。所以博士练完，我真的会也是会找不到工作。目前没有看到适合的工作可以丢，对，跟博士学位没有关系。嗯，对。好了。没有。我前一个就业保险只有半年，所以前面不应该为了省计划的钱，就没有加保。对，那怎么办？就先吃存款啊，存款吃完了就工作啊，就吃土啊，光合作又吹海波。